今天吃什么？Hello， 小金。之前姐姐就分享一些可以让大家吃到泰式料理呀、火锅 video， 没有想到竟然有粉丝留言，希望我们不要吃酱油，吃清淡健康一点。哇，真是让姐姐受宠若惊，谢谢大家的关心。其实姐姐平时都是在吃一些健康的食物。OK， 今天就走健康路线。今天就讲这个 avocado multigrain。 那 avocado 众所周知是属于很健康又营养丰富的 super food 啦，不过外面卖 avocado 其实蛮贵的，你要是每天都想要吃 avocado 的话其实蛮重本价。现在市场上就有推出这种 avocado 的营养谷粮，它里面一共有18种不同的有机谷粮的成分，包括有机红米啊、小米啊、黑米啊、大麦啊、燕麦粒啊、绿豆啊、螺旋藻等等等等，而且它完全不添加糖分、色素和反式脂肪，算是一个很健康又丰富的营养谷粮。它冲泡方式其实很简单，每天大概2-3汤匙的营养谷粮，搭配大概200ml 温热水冲泡就可以了。不过姐姐发现到这个营养谷粮，它要是搭配跟其他的食材，还是可以做出一些很不一样的食物。姐姐现在就来教你。里面是没有添加糖分，再加上 avocado 它本身的味道其实就没有很重，所以这毛迪瑞喝起来是有点淡淡的螺旋藻掺杂这些谷粮的香气，哇，它喝起来是蛮香滑顺口的。平时姐姐吃了这样多美食，所以姐姐坚持每一天早上都一定要喝这种营养谷粮，它才能活得健康。OK， 就这样，拜拜。